And a quick reminder today to please take all litter to bins located by the entrance gates.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operation.呢场波都系好多人嚟讲都好重要，球迷等咗呢场波好耐噶啦。打起身送佢哋嘅球队嘅球员出场啊，非常之壮观嘅一个球场啊，系时候啦！日本对曼联想要个波，个波又嚟唔到，久保健英、迪勤怀斯睇得好通透，截走呢球波啦。 喺眼前都几多选择噶，有机会入波，佢自己都深知噶啦，呢球波啊麻麻地。唔好话你啊，我都以为呢球波入紧啊，争少少。个波而家喺尼马度。 有机会突破，呢脚直线一下烫穿晒，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，失败，机会咁样浪费，失败。吉田挡住咗球波，传波唔系好够默契，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，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伊巴希马干拿迪出脚抢翻个波。 哇！差唔多成分撞埋去啊！话唔定一球定胜负啦。今次得唔得啊？个波会去边呢？球证指住12码点，日本攞到个12码。呢球波开唔开到斋呢？ 唔使问啦，1-0，非常之冷静啦。好嘢啊，呢个波又有信心又够专心。呢场波啊变得有趣啦。睇嚟啊，教练咧就系做足功课，准备得几好啊。靓波。唉，真系嘥咗个波。喺实边个喺前边啊？反击啦！ 个波就过咗边线，唔掂啦，俾人抢走咗啦！个波飞出嚟，顶埋去，顶个位置唔够好啊！日本喺禁区入边大把球员冇用啊，人多手脚乱，嘥晒机会。 呢球波挡得好啊，争咗少少力量啫。好，龙门开波，俾人睇穿咗咯，中穿进负，传去侧翼。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。呢球波挡得好啊！ 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，哇！想隔硬过人，有机会反击啦，起脚入咗波啊！入波好似食生菜咁，又入啊！嗱，值得欣赏咧就系佢哋唔单止系抢个波咁简单啊，仲要系攞到个波之后点做嗰下好嘢啊嘛！系佢第二个入波啦噃。 日本又稳阵咗多少啦，领先2-0啊！领先1-0，你可以话冇乜优势啦，不过嚟到2-0啦噃，咁就好稳阵啦。
阅读球赛能力好啊，吓预测到之后会发生咩事？比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，成个反击都唔错噶。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，有机会拉弓，喂，边个可以抢到啊？仲有机会、啊，呢个远射嚟嘅，软弱无力个远啊！日本真系唔使急啊，最紧要快。马昆奴斯、班奴费南迪斯，好，美斯攞到波啦！班奴费南迪斯，重要关头做得好啊！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！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接咗啲球波啦，防守球员真系好够警觉性啊！佢有机会发起反攻啦，尼玛攞到波咯，尼玛！两队要争啲球波啦，辛辛苦苦啊追个波翻嚟，不过最尾又塌咗 Q。尼玛浪费咗个大好机会啊！佢啊梗系失望啦，教练都好冇瘾啊！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，迪勤怀斯。教练啊，梗系唔妥啦！传咗过去，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走井横树完全唔惊同人撞啊！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，失败，机会咁样浪费，失败。打咗上前啦，呢度射得，射佢啦，又入一球啊！呢个球员呢一刻真系冇人挡得住啊！咁样同邀请佢去起脚咧系冇分别噶。哇！佢喺禁区里边咧，难得有咁多时间吓，对手好似当佢冇到咁，咪搞到佢呢入波啦，真系好容易啊！起到脚啦，呢球入啦！原来啲球员之间有条拉噶，真系你唔射穿我都睇唔到啊！龙门啊，更加冇办法应付啦。到底呢一队仲有冇机会反败为胜呢？传去前场啦，向前传出，好嘢！一失咗啊，即刻攞得翻，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。啊，睇唔睇到有队友咧吓？呢球波过唔到啦。伊巴希马干拿迪。好，我哋嚟到半场嘅休息时间，全方位嘅表现都好稳定啊！喺下半场应该都仲好有信心嘅。哇！呢一个上半场真系多波入啊！而家比数咧系3-1啦。Substitution for Japan, number 26. 比赛最后的40分钟，而家开始。日本在下半场啊，执咗个阵波，睇下有冇效果。Number 18. Number 7. Number 23. 伊巴希马干拿迪。Shinji Kagawa. 马昆奴斯，尼玛想接应啊！呢个球员一啲都唔怕挑战嘅，又一次争咗少少。日本，你应该知道，好似对住埲墙咁，你系咁撞埋佢都冇用噶。迪奥香南迪斯一脚将波清走，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，睇下俾唔俾到个靓波先。向川真司啊，传中。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，失败，机会咁样浪费，失败。走井横树位置感一流，挡住呢一球波啦。咦，防线有个漏洞喎。浅野拓磨，中田英寿，诶，有冇入啊？冇问题。哇！嗱，反击咪就应该咁咯，越简单越好，眨下眼搞掂。第四球啦，今场波佢一个人搞掂啊！唉，睇怕呢场波都可以放入雪柜噶啦。
本来就可能有啲机会嘅，不过都要等下次啦。道本人一抢翻个波翻嚟啦，成个反击都唔错噶。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，好波！呢个波点追啊？界外球啦！好机会啊，救得靓啊，企啱位接得好好啊，哇呢球有趣喎、啊、吊高个波，个波而家喺美斯度，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冇机会嗰陣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、啊、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个空位呢，睇下俾唔俾到个靓波先。金文哉大脚解围，传个波入嚟，个波出咗界，界外球啊！哎，跌倒，走井横竖踢走个波，及时解围，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呢？连前锋都翻翻去后场度帮波啊！吓，一队好球队嘅前锋咧就系第一道防线啊！你睇下佢真系帮到自己嘅后卫唔少噶。头先真系牙烟啊！呢个波俾好些少嘅话咧，会系个好机会嚟噶。曼联睇嚟要多啲变化先得啦，系人都知佢哋想点踢嘅。个预知能力真系好啊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！好，抢咗个波啦！好嘢啊，食晒个位。班奴费南迪斯呢下救命啦！俾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，截得好。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！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呢个睇嚟就犯规啦，球证判罚球。龙门啊，喺正前面啦！班奴费南迪斯一阵，佢实俾人闹餐死啦！冇人估到佢会踢成咁啊！截咗啲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！哇，呢球有趣喎！睇实边个喺前边啊？我话唔定一球定胜负啦！善用空间模式，呢个会系龙门球。分去右翼度，真系好波啊！俾佢捉晒路啊！呢球波过唔到去啦！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，下次要俾好啲至得啊！嗱，呢個波俾得唔係好夠力啊，所以對手咧好易又可以截到啦。美斯接應隊友從後傳俾佢嘅一腳波，哎，呢個波掟得曳啊，發緊夢咩？閱讀球賽能力好啊嚇，預測到之後會發生咩事？咁都俾你估到啊！ There will be one minute at a time。要做嘅事好簡單，就係 hold 住個波。完场的鸡声响起了，日本完全是高对手几班啊，按住对手来踢。佐藤秀人今天可以说是无人能挡啊，好像每一次垫波都制造到威胁咁嘅。Kimman 点睇先？成场波的关键都是因为他们一开波冇耐就入到波了，入了波之后他们直情踢得轻松了很多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了。喂，今天多谢晒 Kimman 啦，多谢晒啊！咦，话时话家谦真人靓仔个上镜喎。
on Earth.